诸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上一集咱讲到极乐世界依报啊，来头讲到啊，讲到这个极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众苦内面，这类苦苦，苦苦内面有八种。生怒病死求不得爱别离万情悔，这个七种是苦的果报，苦果。后面这一种是总说，总说就是总讲，就讲这所有的苦究竟为何来？佛跟咱讲。五阴即性，啊，这是身心的苦，身体的苦，心的苦，拢是为五阴来。五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啊，代表所谓物质。啊，咱这个身体也是物质，物质的这部分呢，啊，属于色，在经典讲色法，受、想、行、识，是咱现在所讲的精神。啊，咱心理的感受，所有一切动物，啊，咱讲有情众生，拢有，拢是五阴身。这个身心世界呢，是这个五阴合成的。那么换一句讲呢，生命啊，是由精神甲物质组合的。物质是肉体。像咱这身体是肉体，啊，所以呢，这个肉体伊爱承受生老病死，啊，咱这个心呐、啊、有生，啊，生会老，啊，会破病会死。精神呢，啊，咱精神上咱的心理求不得爱别离万情悔，啊，也拢爱承受。修相行识啊，这个识啊是意识啊，识是一切苦的清因缘。佛法里面讲阿难耶识，阿难耶识里头含藏着习气精进啊，这个精进是一切苦乐的清因缘。相行啊，相就是相，行啊，这两项是所缘缘啊，是无间缘啊。修是果报啊，修是什么？你的感受啊，受苦受乐，你做作有善因善缘。啊，那么你都乐受，啊，乐的感受。如果你做作的是恶因恶缘，啊，那么你感受的是苦受。啊，三界拢导不出这个定律，啊，无多脱离这个道理。咱凡夫实实在在讲，唔知影。哪里会知影世间有这种代志？佛出现在世间，为咱讲出人生的真相。啊，那么咱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咱这叫救了。知影家己应该安怎做，
一切众生无论到多一道去受生，拢有因缘。因道你到多一道去投胎，即在佛法内面叫因业，啊，业力做主宰，自己做不了主，业力啊，牵你行。这个代志一定要知，佛菩萨袂当甲咱做主，上帝阎罗王也不能甲咱做主，想做主宰，业力做主宰，业力牵着咱行，牵引咱行啦。你到人道来，到底是虾米款的业力？佛甲咱讲。你过去生中曾经有修五戒十善，五戒十善这个业力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那么要到天道，天道是上品十善，还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修上品十善，这个业力会牵引你到欲界天，咱人道阁去到天道啦。那么人道下面呢是三恶道啊，贪心、贪离无厌啊，这个业力引导你到五鬼道啊，鬼贪、嗔恚心引导你到地狱道，无耻心引导你到畜生道。这是说因业，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到这一道来了之后呢，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将近70亿的 人口，这些人到这个地球上来都得人心，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都是受五戒十善，这生得到人心，但是得到人心之后，在这一生当中，有人享受荣华富贵，有人一生受苦受难，贫穷下贱，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佛说这是满业，业有两种，一种因业，就是引导你到多一道去投胎，牵引引你去。那么满业呢，是你在这一道的生活状况，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这是叫满业。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佛法讲的，你过去修福，造业，修福里头最重要的是布施。所以布施未吃亏，你过去生中常常欢喜受财布施，你在这生当中得财富。换一句话讲，你的物质生活一定会当过得真好，但是不一定你有聪明智慧，这是真的。咱看到这个世间有真多真多发大财的企业家，甚至于。一连中学都无读过，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但是有亿万家财。佛在经上讲，这是过去生中修福无修慧，也就是讲修财布施，唔知影修法布施，有财富无聪明智慧。第二种人有高度的聪明智慧，无财富。物质生活相当艰难，这咱看得真多。教授过去家属常常讲，伊个老师，铁学个老师彭东美教授，彭东美先生、吴秋坤先生，真正人聪明绝顶，有大智慧，但是无财富，迄个较大波个。几套的这个主呢，都买不起，没钱通买。
靠着教书过日子，一生啊做教授，每个月摕一点仔薪水，这就是佛经上讲的，过去生中偏在发布施，忽略了在布施。所以佛教我们两种布施都要认真去修，修福又修慧，你的果报才圆满。福慧双修啊，福是在布施，慧是发布施。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无畏布施，怜悯苦难众生，随时可以帮助苦难众生，果报得健康长寿。如果你可以在经典里面把这道理参透了，然后你冷静观察咱周边的这人物，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自己就知道自身应该安怎样做。学佛了，你看佛，咱念三皈的时候，皈佛两足尊，这个量是两层代志，多两层呢，福跟慧啊，足是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佛是智慧福德两种拢圆满，尊是尊敬、尊重、尊贵。若是跟世出世间一切人来相比，比福慧，佛是第一，无人会当比得到佛啦，佛是福德、智慧拢圆满，所以呢，叫做福慧两足尊，佛是无量劫修福修慧。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教学，咱在经上好亲像无看到释迦牟尼佛用大批财物来布施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全部财产就是三衣一钵，手上无提金钱，每天吐钵。人供养就是一碗饭，无供养钱财，无财物。那么咱安尼看呢，佛无修财布施啊，伊也无财，要安怎修布施呢？你若安尼看就错了。这个财呢，有内财甲外财，有外财甲内财两种。外财是身外之物，咱身体以外这财物，钱财是身外之物，这是外财。咱现在讲到财布施，大家拢以为是外财，无想到内财。内财是什么？身体，身体是内财。咱今日讲义工，咱为人服务，无求报答，完全是义务，这是用什么？用咱的心来布施，用咱的体力，用咱的时间，用咱的头脑，咱的精神，为大众服务，无求这个报答。这就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所得的福比外财也较大。外财你有钱布施一点，真正无所谓。你无去操心，无去努力。所以操心努力是属于内财布施。财布施有这两种。那么咱看看释迦牟尼佛逐天教学，教学是讲经说法，迄个内容是法，身体为大众表演，做予人看，口即个嘴为大众详细
解释说明，这个教学里面三种布施技巧：在布施、内在布施。所表演的一句一动，都是启发众生感悟。言语之中，字字句句，全部是法布施。劝大家断恶修善，劝大家破迷开悟。这个里头就是无畏布施。佛一生教化众生，无收人的学费，无要求别人供养，伊是咱最好的榜样。所以安尼修福、修慧、修重修，拢拢得着。凡夫唔知影下地为人，唔知影修三种布施，所以命里头欠财、欠智慧，而且也有得命的果报。得名果报是安怎来？佛在经上常常讲：杀生害命，杀业太重。所以五戒里头都讲得真清楚，第一条都不杀生啊。这个五戒第一条呢，佛就教咱啊，不可以杀生，不杀得健康长寿。你不杀生，果报是健康长寿。不道得大福啊！你卖去共偷，卖去共抢，卖去占别人的便宜，那么你会得大富贵啊！你的钱财呢，也袂去予人夺去。不淫得端庄啊！不淫欲啊！这五戒斋戒是不邪淫啊，那么会得到相貌庄严啊！不妄语得信实。你如果说话实在没欺骗人，那么你说的话人就会相信，人可以信任你，这是不妄语的果报。不饮酒得智慧，你不要饮酒就会迷惑颠倒了，酒会乱性。那么这个是五戒，你修这个五戒啊，一定这五种的果报。每一个修学的科目，拢有殊胜的果报。凡夫唔捌这个道理，唔知影事实真相，迷惑颠倒。阿难耶识里头的正智，善的正智无起现行，恶的正智呢，一直起现行。为什么？有得缘咯。你念头不善，你个想啊，你个行为不善，要哪有乐受呢？做的拢是恶因，果报要哪会快乐呢？一定是痛苦。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个受一定苦，无乐。五阴即成苦。身心烦恼压迫你现在人说给你压力，这是苦苦那么这个苦呢都是为五阴所产生的五阴是基本的因素那么如果能够破这个五阴这个五阴一个说法叫五蕴这意思同样心经讲，观自在菩萨诚深发智菩提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来发智智慧来现前，照见这个五蕴都空了，一切苦厄就解脱了。那么这是以上讲这个苦苦。这个三苦第一类苦苦，第二大类呢坏苦佛给你提出来警告可能你的晚业未歹，过去生中受了一点啊善业，你现在在众生当中有地位、有权利、有权势、有财富，
你满业好乐，但是你敢有想到古早人讲的乐极生悲啊？啊，这个乐真难保持久长啊！啊，不求自古啊，乐是坏苦啊，安怎呢？乐过头了啊，乐产生了变化，苦就来了。啊，咱平常讲啊，乐极生悲啊。啊，古早人讲得好，也讲得多，但是一般人无听入去，啊，无在意，啊，常常待意疏忽，在享乐的时候自作恶业。啊，卖讲别项，世间人以什么为乐？啊，总是以财色名食睡。啊，这一般讲五欲乐。在这个里头最容易去贪心的，一个是色欲，一个是食欲。啊，贪吃啦，爱吃。啊，好吃，爱吃，贪这口味，就免不了杀生。啊，你杀害一个众生，吃伊的肉。啊，当时感觉真乐啊！啊，你敢有想到将来爱害者？佛在经典上讲的，讲的是真话。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互相吞啖啊，就讲互相吃啦。啊，这只羊啊！死了后，伊咪来做人啊！伊罪业受满了啊！伊来做人，人做恶业，死了后咪去变做羊啊，去害罪。啊！所以呢，咱看到这个社会上啊，那么佛在《楞严经》啊，是举出羊啊这个例。啊、那么实际上呢，啊，咱人呢吃众生的肉呢，种类太多了。啊，你以此类推啊，啊，就知影呢，这是互相吃的。啊，你今日吃羊肉啊，真好吃。啊，后出时你要变做羊啊，啊，去互伊吃。后出时这羊啊，伊来换伊来做人，啊，换伊来吃你，吃来吃去。啊，这叫啥？冤冤相报。啊，这一只羊啊，伊是不善的业。啊，遇到不善的缘，对着畜生心。啊，今日遇到你啊，你吃伊啊，伊毋是心甘情愿要互你吃。现在咱常常听到有人讲啊，乐乐共食。啊，食者生存啊！这两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啊，把一切众生错误引导。讲这个话人，伊要判因果责任啊。这两句话是错误的啊。如果照这两句话去做，你要知影，后头要两句你都唔知了啊。后面那是多两句呢？冤冤相报，无完无了。啊，你要把这四句拢念落来，啊，你的警觉心就提高了。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印光大师与老人家一生教化众生，非常重视因果报应。啊，讲因果报应，伊总是会提到安世转世。啊，讲因果报应，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啊，基础伊介绍的，劝人一定爱读，爱读的是《感应篇》《回篇》。啊，伊劝人读这两本书。啊，因果报应的事情千真万确，你只要冷静观察，拢在咱身边。啊，活跳跳在实现，
一挂人未去颠倒，伊看袂出来，非常可怕，非常恐怖。所以降恶人、明德的人，有大福报啊，有大权势，伊要享受啊，无享受呢，伊无爱享受了。真正降恶的人啊，伊虽然有大权势、有大财富啊，伊家己袂享受啊，这是降恶的人。印光大师最佩服的啊，这个宋朝范仲淹先生，宋朝时候的人做宰相啊，做过元帅啊，真正是出将入相。大富大贵，家庭内面日常的生活非常简单朴实。啊，伊家伊的钱财啊，饲这贫穷困苦的家庭啊，饲三百外家啊。啊，那么这个做法在今日讲，就是祖先事业啊，伊做这个。咱在《了凡四训》内面看到，了凡先生做了宝地地官，收入比较比较丰富了，生活也是真节俭，甲多余的财力布施予善家人。啊，咱在内头看到一件代志，啊，当天啊，伊的太太啊，甲因囝添这个米衣啊。啊，你看，自己做，啊，因太太自己做，啊，不是拿去外头啦，给别人做。那么自己做，拢是为了省一点仔钱。啊，看到是用棉花啊做这个棉衣。啊，廖凡先生讲啊，啊，伊讲咱厝的丝棉真多，啊，你为什么我要用丝棉啊，要用棉花？啊，伊太太讲。讲丝棉呢卖掉了，啊，丝棉较贵，棉花较便宜，较俗。啊，那么伊家这个丝棉卖掉，啊，买棉花，啊，可以加做几领衫啦。啊，这个囝，啊，有通啊穿。啊，也够呢，较善解的人啊，也当送互伊穿。啊，你看伊是存什么心？啊，念念想着世间艰苦的人侪，念念总是想帮助这个人，啊，这个心了不起。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你帮助这个善下人，善下人也会当报答你吗？啊，无可能。啊，伊都艰苦到要死啊，伊哪有法度甲你报答呢？啊，所以帮助人是不求回报。这是积大福德，时时刻刻念念拢为世间艰苦的人设想。啊，在以前读书名利，降恶的人无一个不是安尼。所以范家范仲淹先生一生，伊积个有大福德。啊，伊个子子孙孙一直到今日，家庭拢袂歹。啊，苏州人，啊，伊是苏州人。印光大师一生最尊敬的是孔老夫子，啊，基础就是范仲淹先生，啊，讲经说法常常提起，啊，伊是咱的榜样，是咱的模范。今日咱明了，人生最大的享受是啥物？读书，最大的善事。刚学啊，刚圣贤著，读圣贤著，传圣贤之道，这是世间第一等的事业，无比这个更加殊胜。但是这个缘不是每一个人拢有啊，咱来捌啊，咱来认识清楚，真正清楚明了啊，你会甲古早人同款，认真努力，勇猛精进。你袂放松，
那么认真读书，爱写笔记，这是什么？每天的成绩。这个笔记里面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记录经典里面重要的这个经句，这个句道。经典太多太长，不容易记，但是最重要的，那个经句要记下来，写在笔记，笔记本里面，该念熟，念好熟，读好熟。第二个是心得，感想。你逐天只要记这两项物件，今年累月认真努力，安尼去做，三五年呢，你就变样了，就无同款了。这就甲在学校内头读书同款，爱写笔记，爱写报告。大学里头呢，爱写论文啊！你真正修真正肯努力你若不是安尼做法嘞，逐天听了偌侪年什么都唔知影，无在意这边听入去，那边疏忽掉了所以你久长虽然呢听真久，一无所获。也不如老实念佛注意想想的是不是这样呢若不是真正在学习上下功夫，那么你就要老实念佛，专修正业，成就也不可思议。世尊给我们提出怀苦是给我们真高度的境界。这里面就是经典里面常常所讲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是八大连觉经讲的我们住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我们住这个国土这个地球呢是真危险真脆弱。你看这次呢这个南亚地区这个国家发生这个严重的地动海啸损失的人的性命财物不计其数那么大家呢去那过这个圣诞节去那呢在佚佗欢乐度假平常呢赚一寡钱啦去那度假利用这个假日去度假去遐享受，伊想袂到呢，这个国土为脆这是大家无想到的，疏忽的所以一个地震来，一个海啸三分钟几十万的性命都无去啊！不计其数的财物。也无去了所以呢，咱看到这个灾难咱就想到世尊在八大连觉经讲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常常想到这个世界是行住坏空不是永久的这就是佛经讲的坏空现在人讲的这是自然的定律。第三种的行苦，行是什么呢？非苦非乐。非苦非乐就是说，不是苦，不是快乐，那这好事情啊。那么既然不是苦，不是乐，为什么说它是苦呢？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它不能持久，性迁流苦，就是说不能保持啦，不能保持永久的。不能永久保持，就苦了虽然呢，在这个境界真好啊，也无苦也无乐，但是呢，有时间性的时间一到呢，又搁苦了这就叫行苦。
欲界啊，这苦拢拢记住啊。如果你修禅定啊，修四无量心，你升到色界天、四禅天啊，四禅天里头苦苦无啊，这生老病死就不得爱别离万境会，五阴即性无了。业欲有断无啊？甲诸位讲啊，欲无断。无端那讲利欲咯，啊，伊是定功呢，把这个欲服掉咧，啊，控制掉咧，用这定力咧，把这欲望啊念头呢控制掉咧，可以袂起作用，啊，禅定功夫真深，啊，色界天人有色相，有身体，但是伊无需要饮食，所以宅食名食随。伊拢无咯，啊，伊也无需要睡眠，啊，唔免困，啊，也免饮食，免食，伊福报真大，啊，又供电，啊，有这色心，啊，无苦苦，啊，但是安怎样呢？有怀苦，什么时候怀苦呢？到伊的寿命得要尽咯，伊的身体产生变化。伊居住的环境也产生变化，啊，这个时候伊感觉到苦。在一般的时候呢，伊完全唔知影有苦，啊，迄真乐。色界天人化身，啊，伊无像咱这个欲界有父母，啊，所以伊都无爱别离，无万境会。为什么呢？迄个境界里头，大家拢是修定的。拢是有定功，拢是有善行，修慈悲喜舍。你若无具足这条件，你入不了伊的境界。啊，所以佛曾经讲过，啊，这个三禅天啊，啊，这四禅先第三禅，第三禅啊，是咱娑婆世界内面的极乐世界。啊，乐。啊，乐是啥物？伊无苦。啊，但是你要记，寿命到的时候，怀苦现前。啊，所以又怀苦又幸苦。啊，色界天人呢，有后面这两种苦。啊，头一种苦苦因无。色界搁再起嚟呢，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呢，连这个身体都无。啊，无身体当然就无需要供电劳苦了。啊，大的处所无需要了，啊，所以伊怀苦也无了，啊，伊苦苦无，怀苦也无，啊，可是有啥物？有幸苦，幸苦就是伊这种境界袂当永远保持，伊也是有时间性，啊，这个色界天呢最高啊，到达非常非非常天，啊，佛甲咱讲啊，因的寿命是八万大劫。啊，寿命呢算劫数，啊，唔算讲几年呀，算劫的。啊，但是时间虽然真长，总是时间会到。寿命到了，伊也是爱对落。啊，顶头爬袂起了，啊，那么只有往下面对落。啊，因为修到迄个境界呢，啊，拢会误会啊，以为。伊成佛了，啊，认为家己呢证得大涅槃了，啊，等个寿命一到的时候呢，搁再起心动念，啊，这袂用呀。啊，那么伊就起了诽谤，啊，认为啊，这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的般涅槃是假。啊！伊讲不生不灭，啊！我为什么修到这个程度要有生灭呢？啊！安尼一来，这个念头就起来，谤佛、谤法、谤经、诽谤三宝，迄个罪业是对阿鼻地狱。啊！这就是所谓爬得悬啊，摔得重啊，啊！爬愈悬啊，啊！摔落来呢，愈严重。这个天都比较上悬的，啊，但是搁再落落下来呢，落到阿鼻地下去。
所以佛讲三界痛苦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三界拢是苦。《法华经》里面的譬如讲三界火体啊，三界呢，敢那亲像一间厝呢，已经火烧起来啊。那么在火体里面的众生呢，真紧就被这个火来烧掉了啊。那么这是譬如形容啊，在三界里面呢，无安乐的所在啊，拢是苦，拢是不安啊。所以说三界无安犹如火体啊，这是法华经佛跟人讲的，是个譬如。那么相对的呢，在西方极乐世界，这苦拢拢无了啊，这三种苦，三苦、八苦、无量苦啊，拢无啊，这是咱应当爱知影。诸佛大师曾经讲过啊，诸佛灌顶大师啊。这是简清啊，清朝啊，早期乾隆时间的人啊，乾隆皇帝迄个时阵的人啊。那么这个诸佛大师伊讲，出土既然三宝世界，甲极乐世界对比呢啊，就讲对照比较，有十种难易啊。但这个世界呢，有十种的难，叫做世界有十种的易，易就容易，难是困难。那么叫做世界因无苦，无苦这就是受诸乐啊。那么第一个呢，无罪报之苦，这是叫做世界。西方叫做世界去往生的人。无恶报，为什么无恶报？无享受你做恶业的机会，也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人决定无恶念，决定无恶言，决定未做恶业，心欲与三业。顺境顺现，伊本来有苦报，虽然是带业往生，迄是带过去生中恶业种子。咱知影呢，种子若无遇到缘，伊袂当起现行。西方极乐世界无恶缘，所以带去这种子呢，永远袂起现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迄个环境内面，一切人事物顺境顺现。咱若要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袂使毋知影即件代志。顺境顺现，现在咱都爱修啊，现在在娑婆世界爱修啊。你要等什么时候呢？心顺境，修清净心，真行清净平等，不用何分不先夹杂，决定不能受污染，修清净心要怎修法呢？要蔓延放得下，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以人无争，以世无求啊！你的心才会清净啊！你若有争啊，你若有求，你都袂清净啊！有同学在问啦我甲家己争会用啊？袂用甲家己争心无清净何况甲别人争呢？所以呢？精拢袂使，甲家己甲别人拢不可以精必须爱放弃自己的梦想、分别、执着一切爱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论内面的教诲，
你才能真正脱离三宝苦海，未搁再作业。不但恶业未做，善业也不做了。啊，那么那安尼呢？啊，咱是不是也爱断恶修善？爱断恶修善，啊，不是又搁再做善业，啊，又搁断恶业，啊，这是对了。啊，这是书，啊，这个书上，书上必须爱安尼做法。但是心里头呢，分执都不着。啊，就是讲你心内呢，无着断恶修善这个想。啊，但这个事爱去做啊。啊，在外面这思想啊，咱来做。啊，爱做断恶修善。啊，行为啊，爱断恶修善。啊，但是心内呢，无执着一个讲，哦，我即马在断恶啊，我在修善啊，我做偌济好事。啊，发现恶的，点个改过来啊！看到善的，尽量去做啊。但是心内呢，无落印象啦，啊，无去执着这啊。虽然无执着啊，那么、啊、不断的断恶修善、啊，那么安尼呢，才当个佛讲的啊，这个境界来契合啊，才当符合啊。这个佛经讲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断恶不落断恶的相，修仙不落修仙的相、啊、所以讲断恶修仙拢不着相、啊、你的心就清净，心净才佛土净、啊，这是往生非常重要的条件、啊、那么咱现在真多念佛的人啊。疏忽了这个条件、啊、就是心静、啊、虽然念佛啊念得真认真，可是心也是无清净、啊、这个心内一感觉也是是非人物、啊、也是贪乱这个世间，放不下、啊、看不破放不下、啊、心无清净无平等，造成啊往生的障碍。那么六祖在《大经》上讲的啊，这个心经呢啊，断恶不如断恶的相啊，修仙不着修仙的相啊，就是六祖《大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处拢在提醒人，啊，咱一起心动念就错了。咱断恶修善，断恶是消业障，修善是背福德。啊，那么你断恶修善啊，不落分执，安尼就超越了，就是《金刚经》讲的破四相。啊，这才是佛法。啊、那么外表呢，咱甲世间人做的同款啊，断恶修仙无两样啊，但是内心迄、那个想法无同啊，不落分执。那么不落分执是安怎样呢？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会当破四相。如果那落分执是安怎样呢？啊，就是讲咱。执着断恶的相，执着修仙的相，啊，六分执出不了六道啊！啊，你断恶，你未对了三恶道，你修仙会往生三仙道。啊，总是未出六道轮回。啊，那么咱学佛主要目的呢，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代志呢真不容易啊，所以呢，经教啊爱学啊，不但爱学呢，爱学透啊，学个透彻
自己呢，才能做一个明白的人，自性才能真正了生死出三界，这非常重要。好，今日时间到了，那么咱就报告到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意思还没讲完，咱下一集，再过继续来给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